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。阿弥陀佛。我们昨天最后啊，谈的是净色明啊，四个原理原则。净土为归，持戒为本，观心为要，善友为依。这个时代啊，依众靠众啊，很重要。那俗话又说呢，道不同啊，不相为谋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其实不是批评人。这句话呢，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，万法不离因缘。这个缘是条件。所以道不同就是见解不能一样。我们说团体里面修六合敬。那六合敬的核心是什么？见和同解。所以是见解相同，目标相同，大家有缘一起来干同一件事情，这样能把事情做成。假如见解不相同啊，硬拉在一起啊，很可能这个缘就攀缘，最后还互相不能原谅，互相抱怨了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这个在这个时代就像刚刚师长老人家讲到的，比方谈到是惠怒师父，抵触父兄，有形容到现在的社会状况，这些现象也不是没有。但是我们处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自己要很冷静，我们要走什么路，我们绝不随波逐流。老人家也曾经讲，这个时代啊，民主自由开放，是吧？谁也不服谁。父子关系没有了，现在剩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。那这个话大家会听那现在只有朋友关系了，那我们对父母应该以什么态度？那我们当然不随俗啊，我们还是依照亘古不变的伦常大道来做。好，所以老人家在讲这些话也是对于这个时代的感叹。那这个感叹跟我们有没有关？很有关系。为什么？我们也是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，我们也是成年以后才学习的。我们身上有没有功利主义？有没有享乐主义？难免都有染污，这都有一个去除的过程。所以整部《太上感应篇》其实就是教我们熄灭贪嗔痴，几乎每一句都是在对治贪嗔痴慢疑。不管是三毒还是五毒啊，每一句经文都是在调伏这个习气的。勤修戒定慧。甚至于每一句经文都是让我们回归自性，全修在性，都为了把分别执着放下，恢复我们本来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里面好多句子虚无诈畏，这个就是
不真诚的嘛。好，再来清净不染污，你看多少的句子都是因为自私自利，求名求利啊，满足欲望，才会造下这些恶行。所以清净不染污啊，平等就不傲慢啊，好多句子也是因为傲慢起来的啊。善谤圣贤，清灵道德，贬正排险，你看本质上是因为什么？慢心做主了，不平等恭敬了啊。正觉啊，觉悟就是理智啊，不感情用事啊。太上感应篇里面哪一些是感情用事？啊，偏真偏爱啊，气顺孝逆，背亲相疏，这个都很愚痴了，没有觉悟了啊。包含用妻妾语为父母训。好，请问诸位女学长，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点不舒服？好，这个马上要反观呢。这每一个句子有它的一个义理在里面，依义不依语，不能因为听到女还有就好像有点不舒服了。这个能传那么久一定有它的考虑在里面，提醒在里面。还有 一句是特别重要，对我们都很忽略的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，中国字那么多啊，就挑两个字来彰显男众最重要的特质，女众最重要的涵养，好不好挑？不好挑吧。所以这个都是太上老君啊对我们的慈悲啊。男人没有这两句不像男人，女人没有这两个字呢，很难把本分角色做好。好，所以这个都要很理智。所以事实上呢，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呢，最重要提醒谁啊？提醒男人要理智。不能感情用事。再来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，女子她结婚了几岁啊？有时候十几岁就结婚了嘛，是吧？啊，那父母几岁啊？大一辈啊，所以从人生阅历来讲，他们比较老成练达，经验阅历比较丰富嘛。这从客观来讲嘛，那女子她年龄又比较轻啊，甚至于女子她一些人世间这些阅历也比较少，她考虑的点没有那么多嘛。所以这个是从客观来讲啊，要听父母长者阅历深的人的分析话语啊，不能只是听你很亲密的人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误事了。所以说哪一种风最厉害？枕边风很厉害。但我们在历史当中也看到很多女子她是很有德也很理智的。甚至是男人情绪化了，这个女子有见识护念她。所谓祝夫成道，这样的女子也非常多。所以这些句子呢拉回来都是提醒我们心性当中不能偏颇。同样的，男人有男人的习染，女人有女人的宿世的习气。我们今生在娑婆界相见呢，是有缘分。
而且是因为要弘扬正法相聚，那代表我们过去生都有共同发过愿，一起相见的，这是可喜之事。那同样呢，也是可悲之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相见？爱不重，不生娑婆。所以我们男女生是业报，身体的特征种种都是业报，不然我们就不像佛有32相80种好，那这些都是修来的，这个也都是给我们提醒，高矮胖瘦种种这些都是修的。我们常说，哎，这个人有福相，福相是修来的。心广体盘，他假如这个继续分析下去，怕这个你们知道就好了。最重要是反观这些部分，因为一具体讲太敏感了。假如你真的非讲不可，你就讲自己就好了，是吧？像我这个吃不胖的，就是太度量不够，太苛刻了，所以这里都胖不起来。虽然我的下巴挺大的，但是一直胖不起来。这个就是要在心地当中下功夫啊，所以不能打也肿不起来，拉也拉不住，拉不长，要从根本修啊，从心地，从起心动念下功夫。好，那所以整部《太上感应篇》呢，都是在恢复自信。而且啊，我们可能一读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有一些行为，你边读边皱眉头，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情？干了没有？我曾经啊遇到一个企业家，他读《太上感应篇》读完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没有一句没干过的。”我看着他说：“哇，你还活着，太不简单了。”这个是讲真话哎。他说他这个恶的人没有一件没干的，他还活在世间，他祖上跟他过去生的福报有多大，是吧？那干一条两条，就大则夺计，小则夺算，他全干了还活着，确实他的脸很大，福报相当大。但是很可贵的，他知道回头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前面还听师长讲，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。在这一句经文当中啊，汇编里面有引啊，文殊菩萨问佛陀，这个少年造孽，老年修行，能不能成佛？那佛陀回了一句话，也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话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最重要是觉悟，最重要是回头。一觉悟了，什么事都转过来了。就像这一位朋友，他以前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他一回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以前认识他的亲戚朋友，所有的有缘的人、同事，只要他整个人转过来，大家都会说，这个人怎么变一个人了？大家会好奇去了解，就会跟什么结缘？跟中华传统文化就结缘了。好，那
我们可能觉得，哎，这些行为太偏颇了，首先我们要了解到这些什么蔑下取功啊，谄上西子啊，轻蔑天明啊，扰乱国政啊，这都很严重吧？但这么严重的行为，起初都是什么？一念偏差，贪心起了一点，嗔心起了一点，傲慢起了一点，然后没有觉察，没有护念好自己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最后骑虎难下，就随这个一直堕落下去了，心里也觉得不对了，但是回不了头了。就一错再错，所以拉到最根本处啊，还是从很隐微的地方产生的恶念没有察觉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。接下来《了凡四训》这一段话重要啊，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媚世之心则为躯。一毫啊，一点点啊，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愤世之心则为躯。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万世之心即为躯。哦，这个护念自己不是小工程哦。好，那我们冷静啊，在座有老革命了，也有初发心菩萨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走了这么多年，不管是在弘扬文化的事业，或者是自己修学，有没有人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他有求个啊？我要有钱呢，我要有名呢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啊！大家想着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啊！将此身心奉尘刹，实则名为报佛恩。哦，这个初发心可贵啊，但祖师也提醒我们，初发心成佛有余。诗经也说，米不有初，显克有终。要能护好初发心，还不断提升，这真不容易。因为无始劫的习气，它现前是很细微的，它会一直发展，我们一不觉察，它可能一开始是个蚁穴，最后呢，溃体，都有可能。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呢，谨慎方面的经句特别多，我们看群书之要里面选出来，谨慎特别重要。在战国时代呢，有一位魏公子谋，他刚好要往东行，这个冉侯啊来送他，结果冉侯啊就对他说了，你今天就要走了，先生有没有什么话要提醒我的？那接着这个魏公子谋就说，我正好有话要跟你讲。他说呢，官不与士齐而士自治矣。
就是这个官位啊跟势力呢没有约好，但是呢这个势啊权势自自然然就来了啊。接着势不以复其复自自矣，富不以贵其贵自自矣，贵不与骄其骄自自矣，骄不与罪其而罪自自矣，罪不与死其而死自自矣。就是他事物发展都是在很细微处不知不觉当中变化啊，历史当中哪一个大贪官哦，甚至于是像严嵩这样的人不少吧，他也是读书很多啊，他为什么最后会变成死得那么凄惨啊？所以好像是老子说嘛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，初发心成佛有余，但初发心要护念好。那刚刚我们回到刚刚了凡先生这一句，我们来都不求什么，所以纯是很纯的出发心啊，济世之心，济世就是利益这个世间，利益大众啊，这是端正的。但有一毫昧事，昧事就是要表现的、啊。哎，好，那希望表现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无始劫的一个习气了。希望好表现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，这好名呢都很细微的，这一好一产生呢，那我们虽然做的好事啊，只要好名了，慢慢就会有造作，它就不真实了啊。比方说我们在学校教书，假如老师有一点想表现，那请问比方说体育的表现呢，或者是各种才艺表现呢，老师只要想表现一下呢，呈现的是不是最自然的？不是的，刻意的了，甚至于还会什么逼学生呢？所以很多那个比赛后来这些学生都运动伤害，有没有？所以当老师会不会虐下取功？会不会惨上西子？哦，所以这不是当官的问题了。我们心态上偏颇，不管你是当官还是当老师、当领导，甚至你在家里当父母，这些问题都会出现。哎，因为我们内在有这些习气没有去除掉，遇境逢缘，这个习气就会起现行。那其实再延伸出来，我们有媚视了，刻意要做出不自然的样子让人家看，让人家肯定哦，那再慢慢严重了就作假了啊，作假了内部的人一看到丧失信心。那请问我们作假可以假多久？假的真不了啊，真的假不了哦，所以这个到头来被人识破，不就一文不值了？但这个其实都没有恶意哦，只是没有关照到心偏颇的地方而已哦。所以我们在讲掉修学的观念心态当中有强调一个学不劣等，
他要有根基哦，不然很多境界来，没有这个根基啊，就会摇晃了。哦，啊，像当时候啊，承德在庐江啊，全国各地来上课的那三年，差不多有30000人来参与的人那么多，哇，那办课程办完，大家都很赞叹，哇，办得太好了。那我们听到这些赞叹，就哎呀，多办一点，众生受益啊，好不好？哦，那结果办到最后，幸福人生讲座啊，来上课的人都幸福了，我们家里人都累垮了。啊，所以大家听到这一些情况啊，就知道说承德以前做错很多事情。那做错了有没有因果？那铁定要负因果啊！所以让同仁身体坏了是因，果是什么？自己的身体也不可能好啊！无微不施，得健康长寿啊！所以这个次第是修身齐家。我们干传统文化都是利益社会啊，是什么？所以治国层面的齐家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忽略掉了，但这有没有恶意？不是恶意。可是你看来上课的人都跪下来说，哎呀，他本来要自杀的了，现在想通了，激不激动？要不要继续办？哦，有时候一个月2次啊，那个工作量相当大，他就没有关照到身边的人，哦，那这个就是没有次第了，次第没有关照到，哎，那甚至于是在赞叹声中也有点本跟末没有关照到了，哦，那慢慢的不要把半班变成一个行业了，哦，你专注的只是这个班有没有办好，自身修学跟团队建设都忽略掉了，那这个有可能走着走着本末又分不清楚了。哦，所以孔子说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我们一路上遇到那么多境界，那么多掌声肯定，还能保持脑子很冷静啊，那这个除非是什么，时时是随顺经典，随顺圣贤教诲，有这样的理智才有办法。所以师长老人家这一点让我们很佩服啊，他在面对一些重要的因缘变动啊，大家都听到有一些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事业都要什么，马上放下。老人家说他一生啊，3次，其实啊不止3次了，承德知道的就不止3次了。啊，刚好是昨天是台湾华藏净宗学会举办老人家60周年弘法，也刚好是净宗学会30周年。啊，老人家有一段开示，讲到他这一生有3次重要的让。大家之后有机会可以回去学习一下。好，承德亲自看到老人家的一次整个舍掉整个让，还提醒我们所有的学生一句很重要的话啊，此法本无真。这个此法就是指释迦牟尼佛49年教我们的一切法，此法本无真，真则失道义，真就不在道中了，不在经教，也不在性德当中了，性德里面没有真的让。让了吃不吃亏？哦，
所以师父说学佛首先学什么？学吃亏，什么都可以让。师长老人家说，我们走这一条路，第一个过最低的物质需求的生活，第二与人无争，第三与世无求。好，那刚刚跟大家讲了凡先生这一句，有一毫昧世之心则为取，几乎我们很难不犯，但是有警觉性的人一点点他就赶紧提醒自己转过来。其实这了天上感应篇每一句都不容易，我们看别人觉得这不应该做啊，比方说我们这个男学长，我们说用妻妾语为父母训，你假如看到别人这么做了，会不会义正辞严劝他？会吧。好，那我们这么义正辞严，能保证我们遇到的时候不这么干吗？哦，有结婚的人都摇头所以代表这些境界讲起来很简单呢，真正遇到境界的时候，那都是真刀真枪啊，不是在内心里面下过很深的功夫的人，在这些境界面前说要转，一般都是后知后觉才醒过来的，啊，在当下就能洞察不被境转，不简单。心人转境，心人转物，则同如来。人转境界，那是很有定功，很有功夫了。哦，好。了凡先世训第二句，纯是爱人之心，则为端。哦，有一毫愤世之心，则为取。我们就是来付出奉献的啊，不带走一片云彩是吧？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求，我们走这条路会不会生气？生气从哪里来？不如己意嘛，那就是有求了求不到了，岂有此理。或者那小毛头我都看了多少年了你看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真心？真心一法不立啊，叫真心哦。所以这些话中我们不是坐而无坐了，我们是真正有坐了，把我们所做的事都放在什么心上了。人把优点放在心上，把做过的功业付出放在心上，就是染浊。遇境逢缘呢，就会起作用了。哎，我们有没有曾经觉得委屈？哎，委屈从哪里来的？委屈也是嗔恨呢，情绪上来了嘛。那为什么会委屈？有做了嘛。好，所以真心是什么？坐而无坐，心地还是清净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要从这些隐微处，可能已经发完脾气了，关照一下，那我刚刚为什么发脾气？我的这个心偏在哪？这样才能经一事啊，长一智。王善人先生有讲一句话，不要道，不要情，大家听过吗？这个话很有味道。不要道就是不要去要求别人要做好，不要要求别人要在道上，
刚刚师长老人家有没有讲，真正觉悟的人怎么样？把改过自新当做最什么急迫的事、紧急的事情嘛？啊，还看别人的过失，还讲别人的过失，这是最大的什么罪业？师父分析的很有道理吧？因为我们又去讲别人的罪业，结果这个风气一直发展，才会造成现在的社会这么乱，都是讲别人。台湾有两个领域啊，影响特别大。第一个是媒体，第二个是政界的人。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，两种人可以救世界。这句话反面听是什么？两种人可以把世界给毁了，因为他的影响力快。哦，好。那我们一听呢，两种人跟我没关呢，有没有关？有啊，我们都一起，只是没有按手指而已了。啊，当时候我们渔海发愿的时候，你们有呼应了吧？你们怎么一脸无辜的样子？哦，我说这个渔海发愿的跟我没有关系。主办圆柔啊，我们好好的干，那以后我们的团体企业他去拍啊，他不是就可以利益大众了？哎，对啊，应该有订单了吧？哦，这个东北大连要去了吧？哦，好。哦，所以每一句经文呢，我们都是当机者。你说我又不是媒体工作者，我又不是国家领导人，跟我啥事啊？第一个，你的亲戚里面没当官的；第二个，你认识的朋友没有干媒体的，真的都没有呢。那你今天回向，赶快遇一个吧。重要吗？你怎么知道过去生你没有跟这些人结缘啊？那你都明白道理了，真有这个缘，我可以尽一份力的，请佛菩萨安排。佛菩萨是法界身的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了。师长老人家说，他跟张家大师学习啊，有一法很重要。就是张家大师教他，你学释迦牟尼佛，你从今天开始呢，不操心，你一切的人生呢，生活，佛菩萨给你安排，自己不要操心。大家听过没有？听过了，我们还操不操心？那这个法这么好，这个药这么好，吃不吃？那不吃它就不产生药效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师父的妙法都传了、哦。陈特觉得老人家讲的每一堂课啊，身冠顶尖，受菩提记哦，把他的顶法都传了，药都开出来了。那我们肯不肯吃，那就不可少善根福德。因缘啊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其实这个道理啊，想起来是很有味道的。请问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能看多深？我们能看多远？啊，诸位学长，明天我们看得到吗？待会吃饭会吃啥？你知道吗？都不知道啊，那怎么知道过去生？怎么知道今生会遇到谁？都不知道，那不知道还要照自己的意思，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？
那佛菩萨清不清楚？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突破，他没有障碍啊！啊，他不只看我们清楚啊，他看清楚我们现在七十几个人的状况啊，是吧？接下来有个重要的事，调兵遣将，啊，名单拿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我们勾不了，我们没有他心通啊，没有宿命通啊，他们有六神通，看得清楚啊，所以谁安排比较好？你看佛菩萨有智慧，让他安排，我们还省事，这想了挺有道理的。但虽然很有道理啊，惯性使然，这个操心啊都不用说，来，我先念十声佛号再开始操心，不用，你都没有，不用跟他打招呼，他就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。所以身处转俗，俗处转身，三心不可得，不要瞎操心了。用这一法，佛菩萨安排修行越修越简单，简单到呢只有安住当下，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，把这个念头守好就好了，其他的总司令是阿弥陀佛，前锋是四大菩萨，普贤文殊观音是由他们去，还有各个因缘的负责人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我们的这个后台老板挺硬的，不要太操心。好，再拉回来，爱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愤世之心则为取。哎，请问这每一句有没有味道？很有味道吧？可是我们不从身去感悟，心为隐微处，好像这些经句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最后一句是：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万事之心。万事就是万事不恭的嘛，我们纯是一种对一切人的恭敬，这是对的。我们会有这种万事不恭的傲慢起来了，那还是因为内心里面有觉得自己不错了，觉得自己有功劳了，都有这些放在心上了，欲缘才会起这个傲慢万事不公的态度。所以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刚刚跟大家讲，不能要道哦，要道老法师说最大的罪业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要道把世界给搞得乱七八糟的。请问这个世界跟我们有没有关？有，依报随着正报转，这个世界那么乱，是我的心变的，我一调整它会不会变？铁定会。一个真念佛人，这个地方几十里不遭难了。我们看来佛寺附近铁定磁场很好，去过来佛寺的请举手。请不用放了，没人。挺好的。大家不会因为听到个什么，哎呀，要赶紧要赶到那个地方去。大家都是安住当下。刚好有缘了，去看一下，去感受一下。刚好出差到河南附近了，可以去一下。不要道，第二个呢是不要情。不要情就是世间人都会谈情分，就是你拿人家的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，好像欠他个人情，
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一付出了，不能施恩不求报了，就会希望别人什么？哎，改天你要对我好，改天你要还我个人情。一有这个念头，对方不如自己的意思的，马上就生气了，这个就要紧了。所以师长对我们修学常常提的一句话，我们真的要拿来受用。老人家说，放下控制的念头，控制要求就是控制的细微的念头起来了，这个要求再发展就变控制了。放下控制的念头，与人与事都没有要求。放下占有的念头，放下对立的念头。师父，这些法很关键，我们没有照这些去调伏啊，功夫不可能得力。好，因为这些念头太容易冒起来了。好，那我们还没翻开《太上感应篇》的经文，讲了没有？好，刚刚这一段都在讲，呵呵，大家不要着相，都在讲了啊，怎么样受持这些经句啊？那再拉回来，我们刚刚一开始讲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其实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，不要攀缘，也是去领会这个世间呢。很多事情呢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，强求不得。比方说大家知见不是很相应，反正大家都是善心嘛，拉在一起，结果最后很多重要的关键点不能见和同解，最后不欢而散。那你真正能洞察见和同解最关键的人，他会不会结这个缘？他就不结了。那我们假如这个洞察因缘还没有到这个火候，往往都是什么？大家很激动啊，很热情啊，但是一起配合两三个月，最后就这不行了，又要调整了。而且这样的情况还可能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出现，那这样就会影响我们跟这些人的缘。有时候还有另外的角度啊，不要急着跟人家合作，先把什么自己做好啊，因为我们自己还不够硬啊，又要跟人家合作，结果人家要看到我们有问题，最后没有信心，这个就是缘就攀了。不如我们自己怎么样好好提升，最后推都推不掉，自己也够硬了，再跟他结这个缘。所以我们念佛人常说，随缘消旧业，不再造新殃。跟人家结个缘，后来不欢而散，有没有造新殃？所以也这一句也不容易呢，所以经一事啊，长一智，所以大家发心到英国汉学院去，要跟我们英国汉学的因缘结缘，我们也要彼此了解清楚。到了英国去啊，也不轻松啊，去了可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啊。我去到这个英国汉学院，遇到一个台湾的
同修啊，他跟我说，我们现在这里的纬度呢，跟苏武牧羊的纬度差不多。啊，苏武牧羊多少年？19年。告诉大家，这个英国汉学院望眼过去，随时都可以看到羊，真的是牧羊，他们那里是以牧羊为主。所以那边的天气也很冷啊。再来呢，到那边去呢是团体生活，是有规一些规矩的，跟一般大学不一样哦。啊，你看一般大学考进去的 University 啊，有你玩4年，那不是这样的因缘了。大家冷静想一想，考虑清楚。第一个，每天要上早课哦。再来还要写书法哦，然后手机要统一保管哦。老法师说，现在民主时代，谁也不听谁的啊。但是呢，你们踏上了英国汉学院的校门，就得守汉学院的戒哦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说，你不来我不怪，来了就要守我戒，是吧？哦，这个我们先讲好啊，大家去了以后不要坐在地上哭哦。啊，说这不是我想象的。再来啊，还要洗脑哦，基本上跟这里差不多啊，也要洗脑。而且洗脑的分量可能还不比这里轻哦，是吧？因为这里范围小嘛，英国汉学院那边范围比较大，而且我们这边义工多。英国汉学院牧羊的地方义工多不多？很少，你到了伦敦还要再坐5个小时才到啊。这个对陈德来讲也是挑战的。我们以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马来西亚，哇，华人特别多啊！到那边看到个华人，眼泪都流下来啊！好不容易看到华人，在兰彼得出现了。好，那因为人手义工少啊，我们就要承担。有一句话叫什么早当家。那边现在资源那不可能跟国内比哦，这个大家要知道啊，你们不要啊童话故事看太多啊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都要锻炼的哦，要洗脑，但是这个都是赔福报，很好，你换一个角度都是好事情。再来出去要请假。尤其我们到海外啊，一举一动代表谁？ Chinese 代表 Chinese 不是中国人的意思而已哦， Chinese 是什么？华人哦，是吧？你说英国的华人人家看到了，他会说他什么？ Chinese。 所以这个名字代表着全球华人有几亿啊？15亿差不多了哈，14、15亿吧。做不好了，这个冤跟谁结了？破坏14、15亿人的清白。哦，所以这个太上感应篇啊，我们学也要有这个敏感度。啊，我们这个错了会影响多少人？这个结业不同啊，善谤圣贤，结业不是跟他结的。他不会跟我们计较啊，佛菩萨跟圣贤人，他跟我们计较，他就不是佛菩萨跟圣贤了。但这个业跟谁结？假如我们毁谤他，大众失去信心，是跟那些人结的业了。啊，不论现行，而论流弊了。好，所以
为什么出外要请假？有时候一些规定啊，你站在自己角度会有点不舒服，可是你站在主事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。跑那么远呢，学校要为你负责，还要为你父母负责，为你家庭负责。那里毕竟不是我们华人的地盘呢，人生地不熟啊，所以都要出外远的地方都要请假才行啊。当然你说出去买个东西，那这个没问题啊，你要走远一定要请假。再来女众啊，最好都要习办啊，一起去啊。还有活动也要协助哦，人手不够嘛，温馨晚宴呢，有时候还要轮流上台主持哦，所以叫你们要现在锻炼，你们就不听，到时候别说我没事先跟你们预告啊，都要多锻炼，我们尤其像新年呢。啊，或者耶诞节啊，和光同尘呢，啊，耶诞，我们好像有一期的那个，我们的同仁就是演那个西方有一个片子很有名，就是耶诞节的，那个一个电影，我们把它浓缩，啊，他们把它演出来，啊，票房很好，啊，赢得这个他们很大的欢喜，啊，他们印象深刻，就让他们很高兴。还有猜谜活动，然后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用德育故事里面很善巧设计个问题，比方说蔡顺食伤，然后这个那个他都把这个很黑的跟不黑的分开来，然后就问他们为什么，然后就四个答案他们去选。可这个是把孝道去影响外国人呢，润物细无声，让他们在很欢喜的气氛之下就开始熏习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去了以后，除了读书以外，还要弘扬中华文化，促进东西文化交流。大家要了解英国汉学院的定位，就是要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，不然你们在那里准备雅思准备半天干什么？辛不辛苦？有些人还考六次啊，还有人考十次，有没有？有，对呀，学了英文，目前为止英文还是国际语言嘛，把佛法介绍给外国人，功德大不大？真的有一个学佛，功德无量，你就赚翻了。大家不要贪心，师父当时候对于人家要办道场办念佛堂，大师父也随喜，然后跟他说，你办这个念佛堂有一个成佛就值啦。值不值？值啊，一个成佛功德有多大算不清楚， computer 也算不出来，因为他成佛他要度无量无边众生的嘛，值了。所以办英国汉学院出一个范仲淹呢，赚翻了，就是很值得。当然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哦。东西文化交流使者，所以英文就必须要求。告诉大家，学英文可是个硬骨头啊！你们不要觉得啊，雅思考过了，松了一口气，更难的在后面。你可以考雅思6分呢，你真的要用英文写论文，
难度更高。所以这个丑话先讲在前头，就是英文的水平啊要不断提升哦。当然你们都是有志气的人，你们都是定位在弘扬中华文化给西方人，所以写论文这些都是小 case 啊，更重要的还在后面啊，所以你们不会计较这些挑战是吧？哎，你们怎么没反应？好，大家要知道，走这一条路，绝对是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一定要磨练的，不磨练潜力怎么出来？哎，可是，在磨练当中，法喜充满，这个就是会修了。这个要跟师父学的，还是师父那一句话，全部都是佛菩萨的安排，来考验我的，来成就我的，都很高兴。哎，好，我们这个，哎，我有跟你们讲吧，我们现在汉学院厨房里负责人姓蔡吧，跟你们讲了吧，你看陈蔡绝粮，这个业结到3000年之后还得去还，以前让孔老夫子饿着了，现在得要煮饭给沉船孔老夫子道统的这些莘莘学子啊，莘莘学子吃才行。哎，有舍有得啊，你看我们这个蔡居士他去，现在他的孩子搬过来住了，书法也学了，太极拳现在也学完了。哦，以后你看他的孩子又写书法又承传太极拳，他假如继续开餐馆有没有这样的缘？没有了，有舍有得啊。哎，在英国小学生那种环境要学到这些东西不容易啊，这些东西真正学进去了，他的身体健康，他的定力，那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。所以师父讲的对啊，有舍有得。好，再来呢，那边呢，就医的状况呢，比较条件比较没那么好，事实上也很好了啊。悟道法师啊，交代他的学生，安排了一个中医，每个礼拜都会来看病，其实已经算不错了。但是他条件不可能跟伦敦一样了啊，你在那边要买草药买不到，要到伦敦才买得到草中药啊。不过你假如学通了，通了，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啊，通了啊，你直接去哪里采药？通了嘛，当地的草你一摸，哎呀，入肝的，拔起来，你看，当时候神农尝百草，他已经有这个感应的功夫了。我讲的这不是笑话吧？有些人他心清净了，有些人当然不要去练气功了，有些人他练气功了，他要帮人家一摸人家，哎，你胃不好啊？为什么？他一摸自己胃就不舒服了，他是感通的啊。所以希望诸位同学练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就可以在当地采草药，就不用去伦敦买中药，这是办得到的，大家一起努力啊！这个十本不离直趋绝路，这一句佛号好好念，说不定念一两年就入了这个境界啊！到时候那个医药师就由你负责，给大家采药。还有一点呢，
我们本来想说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嘛，哎，但后来去了，只能到啊，做到一个时间学一科，不可能，我们就学一本《无量寿经》。然后学完无量寿经呢，然后做报告啊，做那个报告，你讲学2年啊，最后拿去给教育部长，教育部长批个博士学位给你，这个目前做不到，啊，以后会不会做得到？哎，你的道德学问真的颁给你，是有可能。现在还不是，那现在这个时代和光同尘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啊，所以我们也要了解，迈向我们的目标啊，也不是一触可及，啊，所以师长当时候记得我们2年多前刚到，了解这些情况，老人家说了一句话。那就先拿学位吧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走开悟的路啊。那我们读博士再来吧，啊，博士的时间空间就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掌握了，啊，但是你是本科跟硕士，它的课程都是规定的，啊，本科1年5科，硕士1年6科。博士就没有了，博士就是依据你那个博士定的那个题目，你就一直做就可以了，你就可以一直深入。好，为什么要拿学位？现在东西方啊，学术界都重视这个，你好像没有这个身份呢，你没讲话的地位了。这是一个，尤其西方人特别重视这一点。他重视你有没有学位，他就代表你是有学问的人。那你现在要去影响西方的人，你要恒顺众生。好，但重要的是啊，恒顺众生，最后不要被众生渡走了。这个不容易哦。我们真的在西方这一套系统走的时候，自己那种求知欲啊，学习知识的惯性会不会出来？所以要很冷静哦，我去是要干什么的？是和光同尘，是要影响他们，不能被他们给渡了。他们走的是知识的路，我们走的是什么？开悟的路。哪怕只有2个月，我就专攻一门，我还是在实验教之道贵以专。啊，目前已经影响学校了，学校也觉得这样学效果好。啊，我们尽心尽力，功德圆满，能影响多大，随缘就好了。好，大家听过鉴真东渡吗？看过那个卡通片没有？啊，国内也有拍哦。鉴真东渡几次？6次嘛。前5次啊，也很困难，甚至都有人罹难了，是吧？那鉴真大和尚为了什么？把法传到日本。所以祖师这个精神，为法忘躯，为法可以不惜生命，哎，把法传到日本。我们现在要去做东西文化交流，也是把法传到英国。英国可以是欧洲文化最高的，所以这个点做好，自然影响欧洲。欧洲跟美国哪里比较有文化？当然是欧洲啊，所以这个就会慢慢影响出去了，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操心的。
佛菩萨安排的，这么巧，就刚好就是在英国办的。好，鉴真东渡很不容易啊，我们现在再传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哦，大家要有鉴真东渡的豪情壮志，去了遇到什么问题就想一想，反正又没死，是吧？比鉴真大和尚东渡挑战还轻了吗？阿弥陀佛，我好像讲的太严重了，大家都有没有吓到的？吓到我就犯了杀戒了。好，确实是不容易了，但是很多不容易啊，也是师长老人家还有高层在扛比较多了。那我们其实去了也是个学生呢，安住在本分上用功就好了，那真的能够承担一些，我们带头多承担就对了。 好，那尤其这个前一两届这些学长们去了条件特别不够，所以汉学院办到现在这两届的学长付出啊，还有互念的因缘相当相当多啊，他们付出那么多也赢得学校还有当地的一个支持跟信任啊。那当然他们一开始去条件种种也是最不具足啊，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，大家现在去呢难度啊没有比那时候大了，所以我是在回想走过的路，所以讲的会比较严肃一点，不要把你们给吓着了，但是该讲的还是要讲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要常常问自己，为什么要报考英国汉学院，这个是我们的初心。第二，我们能不能尝试过团体的生活？我们走这一条路是团队的一个文化弘扬，习不习惯团体的生活？第三呢，我们这个吃东西会不会减责？这一点应该还好了，因为那边确实也吃得不错。第四呢，好的生活习惯能不能保持？现在实修班是这样，去到那边不可能管那么多，管的没有实修班严了。实修班管得严不严？不严哦。哇，那你们要更有警觉性了，去了之后那边更不可能那么严，人手那么不够，大家可不能变脱缰的野马，去到那里要自律要 很高才行了。尤其那里啊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挑战很大哦。其实共住比较好，是吧？自我的那种警觉约束就大。所以去了一个人一间房，慎独的功夫不够啊，不堕落很难。所以这个都事先呢跟大家强调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